我们来看看钻石局都被质疑开挂的亚索究竟是怎么玩的。杀你毫不费劲，再杀你一次更不费劲。哈塞，想杀我面对疾风吧，可以试一试。策略，我会给你个痛快。策略给动。哈塞，如果你要来杀我，希望你把朋友给带上。哈塞，哈塞，没有撤退可言。哈塞蒂，我不会怀着耻辱而死。动，撤，帅，投降。钻一的马可波罗，纳尼？这一趟屌不屌，兄弟们？这风险卡的牛不牛逼？回家买装备。你别笑。瞧一下 ，Unstoppable。亚索，你玩游戏？带着父母玩的吗？不对呀，玩的差的亚索都叫做孤儿亚索。对面奥马是我带着父母玩游戏。索莫嘎，和孤儿相反，他在夸我亚索玩的好。他在夸我亚索玩的好。Killing spree. Oh no！ 我操！亚索，你玩游戏带着父母玩，没想到我在钻石局被说开挂。钻石局说我开挂，世界第一亚索，不接受反驳。这就是开挂的亚索吗？这啥了？卧槽！这个好像又那么懵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又说我开挂了，兄弟们！几个人说我开挂？他们输不起，是我开挂，特别好笑。Unstoppable。是他吗？他又要分你了。我都感觉我现在就在看直播，妈的！我去感觉现在我就在看直播，妈的！Victory！ 兄弟们打的钻一钻二分段，一把游戏被三个人说开挂的亚索，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吗？